迎来宾，大家晚安，你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开始打扰你们聊天了，你们忍耐一下，我会尽快把它结束。每一次呢，我每一次上台唱歌都会碰到下雨天，不知道是老天爷很高兴还是不高兴。所以我要先跟助理沟通沟通，让他们了解，我不是来作乱的，我只是来娱乐大地。
希望这个雨不停。